这个德氨西丙级异肽精氨酸。精氨酸是什么？精氨酸就是氨基酸的一种。氨基酸是要干嘛的？就是合成蛋白质。那它合成什么蛋白质呢？就是一氧化氮，让你血管放松的。但是，那你今天喝了吗？喝啦，一早就喝一罐了。那感觉如何呢？到现在就只喝那个，什么都没吃哦，精神还不错哦，你自己可以试试看。那喝起来味道会怪怪的吗？有点酸，但是我觉得蛮好喝的。喝了可以干嘛？就是要补充精氨酸啊。那为什么需要精氨酸？大家都说，很多的食物里面也是有精氨酸的，为什么还需要补充呢？我要告诉各位哦，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条件式的 BDIG。 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最近常常在熬夜啊，或是最近常常被老板 K 啊，心理压力超大的时候，你可能就额外多需要一些这些东西啊。可是因为现代人其实饮食没有那么的均衡啊，所以还是会建议大家额外补充一罐哦，每天一罐。那什么人可以喝？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喝哦，特别是那些需要保重你血管的人哦。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三高，大家都知道三高有很多并发症嘛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三高并发症其实最原始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你的血管了哈。因为现在你代谢症候群非常非常多嘛，肥胖那么多，高血脂这么多，高血压那么多，其实你的血管是特别需要保护的。我特别会推荐给一些三高的病患，要多使用这个精氨酸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太了，你等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我准备。它的浓度比较高啊，而且它是小分子又是液态，当然是比较好吸收的啦，还是不大一样。好，那江医师今天拍完感想如何？好累哦，累累累累累，其实摆这个姿势，我觉得比主持节目还要累，因为是要维持固定的姿势。好，那江医师请问哪里买 ？Follow 我，你就会知道哪里买喽。拜拜。